啱啱有咁多咖啡，必去呢间森林网场咖啡。去森林咖啡系要行过呢一条木桥噶，我都系慢慢行过去，小心啲。拜拜。我喺点解咁高嘅？好似去咁玩 zip line 咁。我明明去咖啡饮嘢啫嘛。咖啡有上下两排网床座位，四至六个人坐绝对冇问题。听住瀑布声，边叹咖啡边放空，仲可以拣室内冷气位、换室内位同埋吊椅打卡位。除咗咖啡，呢度仲有 zip line、城网等等可以玩，仲有个小型丛林过山车。另一间咖啡由烟草窗改建而成。楼底极高，又够采光，好轻易咁就影到张靓相啦。望出去就是大片绿色，极舒服。呢度仲系热门结婚场地，听闻唔少泰剧都喺呢度取景噶。